首尔的公共交通系统同样是快速、干净、安全，而且非常实惠，即使没有车也不影响交通出行。首尔的地铁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好的。在首尔街头偶尔也会看到一些集会和抗议者，他们会向过路的路人宣扬自己的信仰和主张，他们也会成群结队无所畏惧地向政府表达抗议和不满。솔직히중국도정말살기좋다고생각해서해외여행이라고해봐야일본밖에안가봤는데코로나끝나면한번쯤은가보고싶네한국지하철은소지품검사를안하는거야같은대상을설명해도전달방식에따라보는관점에따라사람들이받아들이고표현하는모습은정말다양하죠한국을바라보는중국인들의시각도그렇습니다누군가는부정적인부분을묘사하며폄하하는영상을또누군가는여전히한국을보고배워야할점을면밀히짚어주는데요이러한영상에서보이는뜻밖의반응들을보면서대상이어떻게전달되느냐에따라수용하는사람들이변화할수있다는융통성이아직있다는것을볼수있었습니다우선첫번째영상은한중국인이한국의시장에방문한영상입니다중국이랑비슷하지않나요한국에도거지가있다는거아시나요중국에서도종종볼수있죠저사람이진짜거지인지는잘모르겠어요한국드라마에서보던모습과는많이다르죠모든한국사람들이미남미녀는아니에요저사람들을보세요중국사람과거의똑같죠일반사람들은다들이렇게살고있어요그냥단점을나열한영상이지만이에대한반응이예전과다르다는점이참놀라웠는데요중국도참위선적이다우리랑별차이없네약점을알리려면강점도알리고비교해야지강점과약점이야말로가장좋은선생님이니까단순히여행을간다고해서이렇게그나라의온전한모습을이해하긴힘들지나쁘다고만은할수없어매번한국드라마를따라하고내가아는가수가한국노래를개사하고발전하거나카피하거나다그런거지그래서중국에서한국보다월급많이받는곳은있어베이징상해광저우도한국보단낮을걸이러한반응들을보면서제로코로나때문에갇혀서생각하는시간이많아진건가싶었습니다봉쇄이전엔수박이비싸서서민은못사먹는다는둥한국은가난하면서선진국인척한다는식의깎아내리는영상과거기에동조하는반응들이줄을이뤘었으니까요해당영상처럼그저폄하하는내용인데도이를일방적으로동조하는것이아닌대상의강점을이해하려하고또자신들의상황과비교하는모습이낯설기만합니다이제보여드릴영상은최근서울의모습을보여주며여러가지메시지를전달하는데요이영상은현재조회수42만좋아요8574개라는높은시청률을기록하고있으며1000개이상의댓글이달렸는데요보는내내이사람들이정말중국인이맞나싶었습니다首尔是韩国首都和最大的城市除了政治和经济中心这里还有很多古老的建筑和历史的宫殿以及繁华热闹的街市今天的首尔被认为是一个现代化的正在崛起的全球性城市这得益于韩国汉江奇迹的经济改革使其成为仅次于东京、纽约、伦敦和洛杉矶之后的第五大都市经济体首尔汇聚了韩国主要的制造企业有三星、LG、现代、起亚等企业对于首尔居民来说却并不满足因为他们的平均工资已经超过了2万美元还是税后收入并且在过去20年时间里工资水平一直在稳步增长现代和起亚的汽车占有率为 77% 走在首尔的街头我们很少会看到其他国家的汽车走在首尔的街头可以看到干净的道路和良好的市容环境首尔的公共交通系统同样是快速干净安全而且非常实惠即使没有车也不影响交通出行首尔的地铁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好的而且地铁上还有公共的无线网络覆盖2015年的时候首尔首次推出了城市共享单车系统要比我们国内早了有一年时间朱诺区曾经是国王居住和办公的宫殿所在地老百姓经常来这里观看古装表演在观塔门广场前是一块巨大的广场在这里经常举办各种活动深受韩国各地旅游者的青睐在广场前每天都会为世界各地的游客们上演古装风情的表演在首尔街头偶尔也会看到一些集会和抗议者他们会向过路的路人宣扬自己的信仰和主张他们也会成群结队
无所畏惧地向政府表达抗议和不满。另一个很不错的地方是长邑川，这里有一条很美丽的河流，两边是热闹的街景和繁华的商业。这里还是一个很浪漫的地方，尤其是在晚上，人们在小河边乘凉河闲谈放松。旁边是首尔市政府前的中心广场，这里经常会举办各种展会和其他活动。等到了晚上，可以在明洞步行街品尝各种小吃和美食。2013年，明洞被列为世界上第九大风情购物步行街，南大门缆车也是首尔人民喜爱的一个标志。将近60年来，缆车每天都在运行，唯一的一座灯塔展现了美妙的景色。在很多韩国电影和真人秀节目中亮相后，这座南山塔成了韩国家喻户晓的地标，也成为了一个很受欢迎的约会目的地。在首尔中心的东部，是由世界著名建筑师扎拉·哈迪德设计的文化国际艺术中心，这里经常提供各种文化体验和博物馆展览，同时也是首尔市民的网红打卡之地。2010年，首尔被评为世界设计之都，首尔整个城市的建筑密集度在世界上都是比较靠前。首尔的经济中心是汉江以南的江南区，你或许听过韩国江南这个地区，曾经有一首风靡全球的歌曲就叫《江南 Style》，精英人才。通过很多镜头，我们可以发现首尔整个城市的基础建设已经非常成熟，基本上看不到有大面积施工的痕迹，道路和整体环境都还是相当可以的，即使下雨天也很少看到那种泥泞脏乱的地方。这个地方号称韩国的硅谷，因为这里有很多的互联网公司和 IT 产业，同时这里也集中了很多的地下购物中心，还有很多大型购物商场，上班族在这里工作，可以满足生活上的一切需求。除了情感外，这个鸟叔的江南风雕像旁边经常能看到手舞足蹈的观众，他们会三三两两的在雕像旁边跳动欢呼和拍照留念。汽车行驶在首尔的街道上，远远的就能看到乐天世界大厦，这是一座123层555米高的摩天大楼，这也是韩国第一高楼，世界排第6位。这座大厦于2017年才向公众开放，游客们可以站在大厦顶层俯瞰首尔市的全貌，所有首尔市的桥梁建筑都一览。如果到韩国旅游，我想这里应该是每个游客必须要打卡的地方吧。这里是首尔有名的恒大商圈，也是一个活泼阳光充满艺术气息的一个地方。韩国的大学城就位于恒大商圈附近，这个地方充满了各种专为大学生服务的精品商店，还有很多咖啡馆、音乐和各种娱乐场所。在这里经常能够看到学生在街头表演，也有可能是在直播。因为是在大学城附近，这里的年轻人看起来要比别的地方都很多，各种各样的小门店和日常的烟火气息在这里都能看到。尽管人口如此密集，但首尔街头还是有大量的公园、绿道和凉亭。在道路的两旁和公园同样也有很多健身器材，为周围居住的市民提供了很好的休闲去处。老年人可以围绕着这些健身器材锻炼身体，活动筋骨。2017年，这座城市外来游客达到了1000万。首尔同样是一个安全性很高的城市，谋杀和暴力犯罪在这里几乎看不到，偷盗抢劫也基本上不存在，即使一个女孩子晚上独自出门也不用太多担心。这里的公寓是非常健全的，楼道卫生和电梯环境维护的都很干净。这种公寓不仅交通方便，出门购物生活等等也都很便捷。到了晚上，餐饮和娱乐也很丰富，看这几个小伙吃的不就是我们这边的烤肉吗？首尔的食物跟我们中国非常接近，各种小菜还有干锅在我们国内也是很常见的。不过首尔的海鲜市场要比我们中国丰富很多，由于是个半岛型国家，海鲜的取材也很方便。서울은디테일에있어중국보다훨씬낫지평균임금차이가너무커이렇게작은곳을깨끗하고경제적이고민주적이면서자유로운선진국으로만들다니한국인들정말대단해영상에나온곳다가봤는데정말깨끗하고번화한곳이었어그동안한국을싫어했는데이영상을보고생각이바뀌었을지도모르겠어우리교육은아직멀었어사람들의정신자체가달라거리의사람들너무행복해보인다현실과국가간의감정은분리하고봐야겠지
한국 패션은 20년 가까이 우리에게 영향을 주었고 화장품은 진짜 최고야. 무엇이 좋은지는 써보면 다 알잖아. 제로 코로나 이전 같았다면 중국인들의 이런 반응은 상상도 못했을 것 같은데요. 여태껏 봐온 중국 반응과 달라서 오히려 신선했고 훗날 제로 코로나가 풀리면 어떻게 될지 정말 궁금합니다.